朕这儿的书你可以随便取。皇上当真？谢皇上。 朕有些累了，想睡一会儿。皇上，您睡吧，罪臣不敢出声。啊，随便，朕有些怕光。皇上，行营到了，该下车了。下车。 传旨所图，明天夜里进京，不准告知在京城宫，也不准惊动任何人，去吧。这，哎，芊芊，哼，灯头上脸的，你还以为你是爷呀？我可告诉你，你再敢撒野，老子劈了你！哎，您等等，又怎么着？罪臣求一盏灯。呸！你黑灯瞎火的待着吧你。 朕恨不得杀了他。皇上，罪臣知道，只是不知道皇上以何罪名杀臣呐？姚启胜，你的罪不在其行，而在其心。啊，皇上的话，让罪臣……你装了，你太会装了。姚启胜，你心中有太多的恨，你愤世嫉俗。 你藐视朝廷官员，讥讽皇亲国戚，你让许多人拿你没有办法。你不是不能做官，你是蔑视朝廷官员，所以你宁愿在荒原喂马，也不愿意入朝做官，对吧？皇上骂得好，骂得好。姚启胜啊，其实朕早就知道你的内心根源是什么。
你是死守你们汉族的王道，始终认为我们满清人为蛮夷草寇。哼，就说现在吧，虽说你跪在朕的面前，但是你心里未必瞧得起朕。你认为我们满人配不上你们的孔孟之道，配不上你们的黄河长江。满人嘛，满人的骏马弯刀只能逞一时之雄，哼，远远比不上你们汉人的五千年的文明。朕如果说错了，你可以反驳。皇上所言可谓入骨三分，臣罪臣好多年没听过这么知心的话了。罪臣确实如皇上所言，罪臣无话可说。最恨的是你这种人，最没办法的也是你这种人。姚继胜啊，朕在心里已经杀你一千次了，可是冷静下来想一想，还是不能杀你。无论你将来是否为朕所用，朕都不能杀你。从古至今，暴君杀人，圣君不杀人。那圣君都干什么？圣君诛心，皇上是圣君。明珠啊，你说的对呀，这只癞蛤蟆的嘴还真刁毒。姚启胜，你说错了，圣君既诛心也杀人。说得对，姚启胜，皇上说是那就是。明日养心殿经筵日讲，朕请你登堂入座，朕愿意和你论一番儒学、道学、理学还有禅学，由你点题啊。不管是孔孟老庄还是易经杂家，朕都奉陪。臣不敢，臣早就听说自皇上登基以来经筵日讲从没断过，即使在平三藩时也是奉讲不误。臣仅从皇上龙辇中的典籍来看，便知道皇上已学通古今，不让任何当代宗师。朕如果不做皇帝的话，还真想做个汉学家。停下！皇上，京城到了，您该下车了。嗯，你也该下车了。朕有两件东西不送人，一个是嫔妃，一个是朕读过的书。罪臣万死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本《士林一语》是刚给朕呈上来的，朕还没读过，你先去读吧。谢皇上。索图啊，在。你这个差事办得好，朕喜欢这样。臣应当如此。朕再给你个差事，立刻把太子三个月来所有批过的奏折见重要的给朕拿来看，朕看看他怎么坐朝理政的。这臣这就去。明珠啊，臣在。传旨，明日寅时早朝，所有三品以上的京官全部入朝议政。某时出客嘛，姚启胜入讲金殿经年日讲。辰时出客嘛，乾清宫召见六部尚书。还有辰时三刻，在尚书房检视皇三子、四子、八子的学业。辰时末刻，朕要看皇十三子的社旗。这，朕累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这。宋明以后成朱理学建成大事，尚为朝廷所重，下与世子相合，遂成国之显学，百川入海。
历代朝廷栋梁无不借取其精义，用于治国安邦、教化人心，在威服天下的同时，尤为注重恩服天下。朕眼下就有个麻烦，不知道是恩服呢，还是威服。皇上不止一个麻烦，不知道皇上说的是南边的还是北边的？台湾。臣以为朝廷平台当以政略为主，战略为辅，二者结合才是平台方略。接着说。臣以为朝廷对台湾当坚持三必剿，其一，郑经等人孤悬海外，早有列岛为疆，另立皇朝之心，这一必剿，守在剿其心。其二，台湾水师所以横行无忌，是因为台湾水师胜于大清，这二必剿才是剿其兵。其三，台湾荒蛮之地，既缺银又缺粮，无论军需民用，全仰仗与大陆通商，这三必剿便是剿其海路。姚先生对台湾可谓是了如指掌，招招打在要害上。臣还没有说完呢。接着讲。这三必剿仅仅是威服，欲使台湾长治久安，还必须有三必辅。这点臣早就估计到了。哼，当然，你是一直主张招抚的嘛。接着讲。郑经之父郑成功从荷兰洋毛子手中收复了台湾，可谓中华万世之功，这一必辅嘛，便是抚慰其祖上之功业。朕愿意，什么加官进爵、筑庙烧香都可以。台湾百姓都是内陆血脉，臣料想他们可不愿意与大陆一刀两断，成为海外弃子。这二必辅嘛，便是抚其民。民心不可欺，也不可弃。这第三必辅，便是抚慰延平王郑经，因为朝廷平台之后，台湾军民人人皆大欢喜，唯一不欢喜的只有郑经一人。从此后，他从王位上掉下来，成为臣，成为民，甚至成为阶下囚，简直生不如死。这是三辅中最难抚慰又不能不抚的。你的意思是恩威相济，抚脚并用？皇上说得好，比臣自个儿说得更好。八旗兵勇，以战马称雄，然而收复台湾，他们只能望洋兴叹。郑经的水师多是父子兄弟，他们以水为家，以船为命，厉害呀。朕正要借平台之战建立强大的大清水师。好，皇上目光远大。此外，要平台光有战船还不行，更需要有将帅，凭大清之国力打造数千战船，有个三年五年便可得之。可要得一位精于海战的水师提督，可不是金银能堆出来的了，非得身经百战，熬个十年二十年不可。有一位，你姚启胜既知海战又知陆战，既知满又知汉，朕可以拜你为帅。臣当不了，臣只能运筹帷幄，动动嘴皮子，而不能决胜于汪洋大海。既然你给朕出了这么多的好主意，再出个人，朕令你再举荐一个人。台湾水师主将海霹雳施琅。姚启胜，这是朝廷，不可放浪嬉笑。皇上，施琅早年曾是姚启胜门下学子，因粗莽好武，失学不成，被姚启胜逐出师门。连臣也没有想到，施琅弃文习武之后竟成大器。如果能招施琅弃暗投明，那将化腐朽为神奇，天授一人。原来如此。不过像施琅这样的将军，即使不为朕所用，只要他能够不为郑经所用，那就是大清的万幸。
兵者不在于勇狠，在于王道正气。当年郑氏收复台湾靠的是什么？就是行王道，持正气。现在王道正气跑到朕这边来了，他成了孤家寡人，孤悬海外。姚继生，臣在。侍郎的这件事情，朕全权委托于你。臣岂敢。这儿是当年先帝爷读书批折子的地方，顺治朝所有的御批都存在这里了。陈廷敬啊，臣在。你这儿最熟，找出先帝爷当年批姚启胜的折子。这。打开。念吧。这。姚启胜之人，孤傲自许，放浪形骸，忤逆有司，践踏律法，擢剥夺官职，发往边疆从军，永不录用，钦此。臣谢月叩告先帝在天之灵，如今时过境迁，物已人非，儿臣决心因时制略，如先皇不准，请降罪于玄烨一人，这与姚启胜无关。你们听好了，这是先帝爷的折子，现在在这儿已经化为了灰烬。以后谁再提及此事，斩。姚启胜，臣在。朕另以为福建总督，授兵部尚书衔，负责平台的战略和政略，管制福建境内的所有的官吏。听明白没有？臣领命。哎，明相您说。所相您先说。哎，我没什么说的，我只是瞧着您今儿的气色不佳嘛，是不是病了？啊，让所相费心了，我今儿个是神清气爽，精力充沛，好着呢。倒是所相您今儿个有点儿。我怎么了？所相您是主张弃台的，可是姚启胜刚从大牢里放出来就大获圣宠啊，他的三臂脚三臂斧，那简直是在打所相您的耳光啊。哎呦，我实在看不下去哟。明相比我栽的跟头更大，你表面上是主张对台招抚的，可暗地里鼓励大阿哥出战金夏，结果把整个水师都赔进去了。哎，所相，这事儿另有公论，啊。所相啊，说实在的，你我今儿个都栽在姚启胜的手里，实在太没面子了。为了这个小老头，皇上竟然背逆了祖宗。皇上独步古今，不受任何祖先的牵制，王者气派继往开来啊。再加上那个姚启胜，跳蚤似的跳到梁上去了。哎，你我做臣子的越来越难呢。所相啊，您是朝廷首辅，您得给皇上提个醒啊。对姚启胜这种人，既得用也得防啊。啊，你怎么不说呀？好好好，您说您的，我说我的。好啊，这个等到了将来，您又跟我说拧了。哎呦，我的所相啊，都什么时候了啊，你还不相信我？咱们再这样闹下去，
就该姚启胜入朝主政了。明相保重吧。所相保重。啊，这是你写的？不错，还真不错。我听说了，你们师父说你们四个月以来一天假也没有发，刻苦攻读啊。今儿朕放你们的假，出去玩吧。谢过阿玛。殷师，儿臣在。为何先声后拜？儿臣有罪，萨穆尔将军执意收复金夏，儿臣未能劝阻。还有其他情况吗？儿臣不敢隐瞒，当时儿臣也想海战建功。太可惜了，福建水师毁于一旦。请皇阿玛赐罪。一个是太子，一个是大哥，应该给阿哥起表率的作用。何为表率？要以宽为本，要记着，一言之虚，百患丛生；一事之虚，危害终生。儿臣永生不忘。下去。末将萨穆尔参见姚总督。参见姚总督。萨将军啊，府上有铁观音没有？当然有，极品铁观音啊！快，泡壶功夫茶，泡得浓浓的。我呀，都馋了20多年了。姚总督，过来。哎呀，哎，我在官场里混了一辈子，可没见过像您这样的。干了3000里路，就冲这壶茶来的。天上掉下个乌纱帽，正好砸在我头上。我这人呐，不会做官，可我会做人呐。来，我请你喝茶。哎，姚总督啊，这是我的府，这茶也是我的茶，怎么您请我呀？是吗？姚大人出任总督的消息传遍福建沿海，百姓们一片慌乱，都说是战祸不免。好，清香无比，回味无穷啊！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战祸不免。哈、哦，那当然，谁也不愿意自个儿家乡成废墟啊。你甭操心，我会让他们搬家的。那可是几十万百姓啊！何止啊，五府13县118万，都搬，都搬。这是什么？你兵败金夏的起罪折。有旨意吗？自己看吧。哦。一个字的朱批也没有啊！皇上一言不发，这就是旨。下官明白了，皇上更明白。门口那顶轿子送你了，喝完这盅茶，你就上轿吧，一直朝北走，回你盛京老家去，不，周培公后尘，养老去吧。告辞了。回味无穷啊！召信南侯郑泰、左先锋侍郎觐见。参见延平王。爱将平身。谢延平王。啊，好。请。侍郎啊，今夏海域一战，全歼福建水师，你立了大功啊！我已传命，封侍郎为靖海侯，
世袭罔替。谢延平王。伯父，朝廷方面有何动静？禀延平王，动静不小啊。福建将军萨穆尔被罢官了，现在是姚启胜就任福建总督。哦，这个老不死的又回来了。当年先王收台，姚启胜就是福建藩司啊，资助过兵马钱粮，他对台情了如指掌啊。康熙走马换将，证明朝廷要对台湾动手了。哼，来就来吧。这大清啊，大如牛，这台湾呢，小如丁。这牛和丁相撞嘛，看看谁撞得过谁，啊？延平王说的是，福建水师垮了，台湾水师独步天下。不怕姚启胜攻台，只怕姚启胜困岛啊。启禀延平王，本将愿意率水师再次出击福建，夺回漳州、泉州。只要我们在大陆打下一片根据地，兵马钱粮就源源不断了嘛。石郎将军，你的意思呢？延平王，末将有一句犯忌的话，深藏已久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只管说，不论什么话，本王都洗耳恭听。延平王，末将早年在姚启胜门下时，曾经遍游内陆，深知中华之雄壮，地大物博。从任何一方面衡量，台湾最终都不是大陆之敌。韩霹雳，怎么，刚打了胜仗，转眼就要招安了吗？放肆！侍郎这话如一片忠心，他是不会说的。接着讲。延平王英明，末将认为，台湾与大陆终究是要归为一统，和，为了和，必须狠狠地痛击大清，打得康熙一筹莫展，望洋兴叹，这样才能使台湾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与大陆媾和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要什么，康熙就得给什么。咱台湾虽然归化皇统，却无异于国中之国。臣也是这个意思，要取和先取胜。臣不敢苟同，臣以为先王一愿是台湾宁肯是孤悬海外，也绝不向满夷称臣。台湾立足于战，不是迫使大清求和，而是迫使朝廷弃台。延平王，列位将军，宁做鸡首，不为牛后。台湾应与清廷决死相抗，最终迫使康熙息兵，通商弃台，仿朝鲜力，使台湾成为大清属国。列位所言都是耿耿忠心呐。本王决心已定，台湾确立左右两侧，左侧是迫使康熙求和，右侧是迫使康熙弃台。无论左右两侧，都必须立足于战，战不胜，一切都是虚的。遵命。延平王，内陆密报。侍郎啊，有密报说，上月28日，你夜袭卫东亭银税贡价，劫得东南五省税银是1200万两啊。延平王，等等，别急，听我说嘛。当时我看了密报，好伤心呐，因为你并没有禀报此事啊。退朝以后，有人便劝我立即解除你的兵权，我问为何呀？那人说，此举证明施琅与正太暗中敛财聚兵，想割据金夏，自立为王。但是我呢，当场就罢了那个人的兵权。我说，既然施琅没有向我禀报，就说明绝无此事。施琅，你说我的意思，你懂了吗？延平王明鉴呐，2月28日那天，末将是劫了所谓的税银贡价，但是银箱里只有陈粮200担呢。看看，我没有料错吧？东南五省的税银是大清的命根子，岂能轻易被劫？
至于小人谗言说末将图谋割据金夏，更是荒唐。何止荒唐，简直恶毒。当前多事之秋，更需要京城团结，本王岂能容忍臣将之间暗箭伤人？侍郎啊，千万别放在心上啊！末将从一兵卒起，就跟着先王赴汤蹈火了。先王待我如生父，末将此生为求报恩而已。这我知道，不过有句话我还是想说在前头啊。谨奉延平王令。侍郎啊，你的老师姚启胜已升任福建总督了，你们师生多年，不免旧恩难舍。今天本王给你一个方便，如果你决定投他而去，本王非但不留，反而赠你黄金万两，以谢你数十年来的浴血战功。燕平王，姚启胜对我虽有薄恩，不过早就把我驱逐出门，恩断义绝。先王对末将是再造之恩，恩重如山，末将如遇姚启胜，只退兵30里，以谢当初失血之意，再遇必斩其马下。侍郎啊，你长我3岁，我正经愿与你结为异姓兄弟。从今以后，表面上你我是王与将，实际上咱们俩是结拜的生死兄弟啊。侍郎兄，燕平王。延平王，我等奉诏而来。好，今天本王请你们来看海啊。我们虽然终日与海为伴，可这海啊还是看不够，甚至看不懂啊。刘国轩将军呢？右先锋刘国轩偶感风寒病了。台湾有此天堑，可保无虞啊。但今夏距大陆太近，相互都是朝发夕至，我们绝不可弃。信南侯郑泰。臣在。靖海侯侍郎。末将在。令你二人继续坚守金夏，袭扰沿海，敛聚钱粮，供应台湾。领命。领命。侍郎啊，你把家眷从金夏迁来台湾吧，让他们远离险地呀。遵命。侍郎，从此以后，本王将视你的父母为父母，视你的子女为子女，你安心拒敌吧。侍郎啊，从今天起，你的父母亲人都成为延平王掌中的人质了。延平王，刘国轩为何突然病了？刘国轩没病，我只担心师郎有病，就拿刘国轩做药引子，提前给师郎用用药。延平王圣鉴。啊，老祖宗，孙儿给您请安来了。哎呦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呀，孙儿来让祖母瞧瞧。哎呦，瘦多了。哎，孙儿出去这一趟反倒精神了许多。是吗？正好正好。哎，你这次出去是否给我带来点稀罕物啊？啊。哎，是。抬进来吧。这，哎，老祖宗。哎呦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哦，这么大呀！苏麻扶着老祖宗。哎，我瞧瞧。哎，好。哎呦，哎。
哎，瞧瞧，嗯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么大的东西啊！哎呀，好，哎呀，啊，好，哟，这是要搭台子唱戏呀？啊，这是，嗯，哎，小心！这是周培公花费了10年时间遍阅古今史料，终成此图。这是咱大清最完整、最准确、最精致的地图了。这西边的噶尔丹，还有这东南的台湾，是朕的一块心病啊。摘下来。这。这周培公是不是带着家奴平了吴三桂的那个汉人？是，就是他。只可惜他天年不佳，没养到开春就去世了。都怨你，把人撂在冰天雪地里。哼！我也感到惭愧啊，老祖宗。周培公在临终前推荐了姚启胜，姚启胜在没上任之前又推荐了施琅。哼，真像老祖宗说的，取天下在于用人才。皇上的身边人才聚集，才显得皇上圣明。哎呀，你这是在取笑朕吗？哪里？哎呀，哎呦，快，好，快放大镜。哎，好，把门打开。这在哪儿？好啊！哎呀，我找到了！哎呀，哎，找到了！老祖宗，您找到什么了？哎呦，快来看呐！我找到了我的家乡了，噶尔沁大草原了，让我想起了蓝天、白云、悠扬骏马。辽阔的大草原呐，我的家乡，我，哎，快来看呐！好好好，不说这个了，我不唱这个了，你们过来看呐。我祖母啊跟我说呀，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。那天呢，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雪呀，哎呀，就在这儿。哎呀，我老了，皇祖母啊，对你有个希望。老祖宗，请吩咐。就是啊，想让你在有生之年呢，做到古往今来所有的帝王都没做到的事情。我想让你除了上天下海底以外，你要踏遍大清的山山水水和每一寸土地，做得到吗？好，等我平了噶尔丹，收复了台湾，朕要亲自的巡视大清的每一寸土地，还你老人家的愿。嗯，好，好啊！哎呀，你看看这图啊，什么都画上了。好，哎呀，来，来，可是啊，只有
一样，啊，画不上去呀。老祖宗的意思我明白，您所说的是人心吧？对了，孙儿啊，你说的对了，这如果没有人心呐，再大的疆土他也守不住啊！啊，唐宋元明不就是这样吗？你说呢？这人心当中啊，最重要的又是世子之心。要是有了这世子之心呐，就能一一登时。老祖宗所说的极是，一颗俗人心，不用三斗米，朕就能换来。而一颗世子之心，就是用金银财宝，恐怕也难取得。也就是说，想取江山嘛，先取人心。我说孙儿啊，将欲取之，必先欲之。